咱知影这啊南部地区真正雨落了，真少有哪雨，一寡爱海水涌湿的鱼，有哪讲这盐度有较悬。即马风声伫这北门将军七股安南区拢有这渔民所饲的这蛤蟆死亡有偏悬的灾情。一只一只拢已经开开死亡的粉蛾，都放伫鱼温边啊，数量是侪甲像小山共款，互渔民看了真痛心。台南七股十分里一带，目前是发现粉蛾死亡率是偏悬，渔民是要讲是少雨影响，害着鱼温的监督提醒，粉蛾是全部减死。真哦，真哦，若你若甲无流水哦，拢伫咧五六度、五度半，咱只也无咧像。在西面讲有迄款个地下水通去投啊，所以咱是爱靠天啊。啊，你靠天个时吼，伊就无雨水，无雨水个时吼，这就是蛤蟆就站袂住啊。那其实除了盐度过高之外，其实温差太大也是一个饲养上一个很大的障碍跟问题。特别邀请农委会相关官员啊进行会勘。按照养殖的经验，旧历三月、四月、八月、九月，因为季节的转变，影响混淆的育成率。不过今年受创特别严重，中央地方农业单位联合会勘，发现养殖池水的咸度高达五度，比起混淆适合生长的两度到三度更加高。北门地区混淆养殖的渔民已经有七十多人通报，而且个毛超过十个人，人数是持续增加当中。海水哈，绝对的浓度四度了哈，伊就影响到伊的生长。啊，若五度就可能影响伊个死亡吼，我所以现场嘛采出一寡咱个样品啊吼，啊对伊化验。啊，恁老公有即个发生即个死亡个时吼，尽速甲咱公司来通报。在南丰鱼养殖的面积大约3250公顷，林山量是1.3万公吨，是全台第二。农业局是呼吁受灾渔民尽速来通报，后续若认定符合天然灾害救助标准，将会协助渔民来申报。记者郑混，台南报道。